到一下。干死掉了，这个时候就控刀就好了，补刀就好了，找打野位置，能上的时候你们，知道吧？这个时候你上去跟别人硬拼没有意义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找人。那我们去压吧，压塔吧，压塔压血线。其实博卡莎漏刀倒没漏多少。被我压刀的没被压多，就是这把我们做什么呢？哇，这个深海鱼，深海养了鱼，这个人他如果乱的话，这不我就要把它换了，然后再开个直播。我不是锁定视角，因为我可能每个猪有每个猪的那个摄像头，我的镜头移不过来，我的镜头是很慢的，我镜头速度移速是很慢的，知道吗？点地板，我就点地板 A 的，我点地板 A 方便一点。你想点人就点人，点地板想点地板就点地板，
原地板只是更加方便的。分裂能够去打 AOE 效果。这把好像还没有完全。该偷野怪就偷野怪，拿的优势一定不能给对面喊息的机会，知道吧？杰斯征服者，前期的一些对线细节啊，各种的。
哎呀，他的按摩的，今天的五杀量是上过一年的量了，目前两个。